要把机会先看到桑尼，再来给吴俊祥哦。他走这个，我帮你。来，来快，来快。王队很好，是不是？果然是士官长，直接在场上跟这个学弟儿沟通起来，而且相当有霸气。以资历来讲，杨新志也算个下士了，对，还是要立正站好啊。只是刚刚沟通好像没有沟通好啊，对，因为杨新志有一个手势出现，应该说敏哥是希望说换防之后让杨新志去对位底线的，因为这个战术其实李航源也打了非常多次了。